我是凶手，我是凶手。喂，是大威吗？嗯。你们想知道最近发生在我市的连环凶杀案的凶手是谁吗？什么？你们下午到公安局对面来，到时候会给你一个惊喜。这个惊喜告诉你另外一个人物，何孝元。好的，放心吧，老铁。末日到了。五十四号，该换药了。为我和秦秦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啊，你这是违法的呀，孩子，你还年轻，日后的路还很长，你这是要亲手毁掉自己的前程啊！秦秦走了，老伴儿走了，我束手无策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你不能再出什么事儿了。我知道。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错误的，是违法的，这一切让我自己来承担吧，我的孩子。头，指纹比对成功了。嗯，是车主的吗？不是车主，是一个叫魏晓峰的人。问一下隔壁床的病人去哪儿了？我们也在找啊，这个人跟蒸发了似的，怎么找都找不见。谢谢啊。喂，张扬，高队去哪儿了？在你那边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去查案了吧？你帮忙找一下他在哪儿。好，明白。哦，我有点想不明白，这人是怎么用磁铁把人杀了的？杀人就这么好杀吗？你想不明白，总有人会想明白的。陈老师现在在哪里？应该在医院陪高队呢。他以为他的这点小心思大家不知道，其实啊，他对高队的那点想法，大家心里明白着呢。现在是把我的时候吗？赶紧把陈老师给我找回来。不劳大驾了。说吧，有什么任务要派给我？哟，叶老师，您来了。夏丽，
我找顾远。哎，我想起来，今天好像顾远没来上班。我给他带点东西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您去吧。喂，哎，顾远，你听我说，有一天的时间，你能走得了吗？我是说去日内瓦。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剩下的事你就不用管了。孩子，听我一句话，该收手了。这个实验我已经脱不开身了。实验的数据只有我才知道。现在全市都在关注这个实验，这可非常危险。孩子，就是因为太危险了，你才更应该收手。孩子，你听我说，你还年轻，不能因为我把你的后半辈子都搭进去。你的那些手法我都能解释得通，警察那边怎么说我都已经想好了。孩子，你还年轻，把我那份也给活回来。喂，喂，我是凶手，我是凶手。请问您就是这场连环杀人的凶手吗？请问你是怎样逃避警方的追捕的？说你做这些都是因为何孝元。何孝元、何进和他花钱买通的几个王八蛋都是我杀的，因为他们害死了我的女儿，我恨不得扒了他们的皮，抽了他们的筋，我把他们挫骨扬灰都不减恨，他们是死有余辜。何小媛、何进花钱买通的几个王八蛋，他们把我女儿杀了，没有一个地方他们能给我一个公道。被告人何进无罪释放。我永远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在证据面前真相自然就会浮现出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您一方面要求公道，另一方面却践踏了法律？我女儿被他们杀害了，我老婆得了抑郁症跳楼自杀了。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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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通过我自己的方式手段，我替我妻儿报仇，我错了吗？几个王八蛋，他们把我女儿杀了。这个位置是，这是我们公安局对面。他胆儿也太大了。媒体朋友们，我就想通过你们告诉更多的人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你们告诉更多的人，我是凶手，是我杀的，我是凶手。我们要真相，我们要公平，我们要真相，我们要公平。算了算了，都散了散了。人是我杀的。金老师，咱们冷静一下，有什么事咱回去聊好不好？人是我杀的。咱们有什么回去说好不好？人是我杀的。这人多，注意点影响。我们要公平，我们要真相。你怎么打我？警察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你打。打人啦。
打我！我打着你去了，不像人的走！算了，别怕了，别怕了，打人！别怕了，打人！都算了，别怕了，算了！我知道真相，我是凶手。别怕了，老师，我知道真相，回局里说我是凶手。误会！哎，停了啊，停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？误会！我们都是良心媒体嘛，对吧？理解万岁！散了，都散了啊，都散了！散了，回归正常，行吗？看我这个，回去马上发热门头条炒上去。快走。好。高队，现场调查的报告，现场发现嫌疑人脚印一枚，司仪的码，花纹已经拓印。现场还发现一个撕野工具，正在出报告。犯罪嫌疑人你见过吗？还没有。就是他。能看清他的脚吗？看得清，差不多也是四一的码，不过这鞋码显得有点小，从他走路的姿势就能看得出来。你先去忙吧。行。高队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始审讯了。你去吧。啊？让你去审讯？我去。你要不想去，我就换别人了。我去。赶紧去吧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你们这儿发生什么了呀？我看杨兴奋的就跑出去了。我让他去审讯于元朝。是个大胆的尝试。我听说你那边关于作案手法的事情已经破解了。对。凶手利用了磁场干扰了李仁心的心脏起搏器，导致起搏器失灵，进而死亡。确定吗？错不了。李元朝，朝不对。我们应该尊敬的叫你一声叶老师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已经调查你很久了，既然都来自首了。说一说，你是怎么丧心病狂地杀害了这么多人？当初，何健雇凶杀害我的女儿时候，我现在用我自己的方式，替我的女儿，替我的老伴报仇，伸张正义，我这样做有错吗？你们要是真的有良知的话，如果你们维护公平和正义，那你们现在去何教员家，把何健和他雇佣的那帮凶手抓回来。是，人是我杀的，我是凶手，我知道真相，我来了。你想知道什么？哎，你怎么不看啊？没什么好看的。都是他提前备好的。你之所以让张扬去，是因为你知道从叶元朝那儿问不出任何话来，对吧？你觉得叶元朝是凶手吗？不好说。一个60多岁的老人，在我抓捕他的过程当中可以把我甩脱，这可能吗？人的体能在25岁的时候达到巅峰，但也有可能有的人身体底子好，60岁的人比20岁的人身体还要好，这很正常。相反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你追过叶安城，你觉得他是凶手吗？不是，他的眼神跟凶手完全不一样。眼神可不能当证据啊，你得抓紧时间调查了。已经派人到叶安城家里去搜了。所以你叫我来是干嘛呢？这是叶安城提供的公式，要你演算一下。好。他写的什么呀？动能守恒定律，你老师没教过吗？高中是文科生。初中物理。那你说这……哎，记笔记。陈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
犯罪嫌疑人用如此简单的物理知识就把人给杀了？很多物理学的知识都只是基础物理学的延伸，只会套用公式的人都是蠢材。但是如果能够将基础物理学的知识运用得精准巧妙，那这样的人就变成天才了。比如杀害李仁心的手法就是运用了电磁效应，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复杂的物理学知识，但是如果要是能够杀人的话，要精准地计算出波长、频率、波数，并且制作出电磁图谱。李仁潮给出的公式全部正确吗？丝毫不差。局长，网上疯传了一段视频，已经传到投影仪上了。咱们有什么回去说好不好？这人多注意点影响。这是我杀的。这人多注意点影响。走，别急别急。我靠，别拍了。别拍了，我去！你这怎么碰才碰到警察这来了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哎，别拍了！打人了！按照法律，未结案件不能对外公布。这个视频上有明显的嫌疑人的相貌特征。立刻启动舆情处置紧急预案，请相关部门协调配合。恐怕有点难了，视频上传了一个小时，点击率已经超过了20万了。还有人正在下载以后进行转发，封恐怕是封不住了。这什么情况？不会吧？你看看，哎，别拍了，你打我！有病吧？不可能，警察不会这样的。一群不明真相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品头论足？真相对于他们来说，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国家有一些网民，他们每天都很忙，忙着感动，也忙着痛恨。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他们，而是在背后操纵舆论的人。要是让我知道是谁，我饶不了他。走，对付那些记者去。那个镜头离我太近了，我就下意识顺手帮我挡了一下。别慌了，先生，专心查案。谎言永远无法掩盖真相。请问这个案子是否存在疑点？何时可以对外公布结果？叶元朝所说的事情是否真实存在？警察会不会重启叶情案的调查？各位媒体朋友，现在案件还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，我们警方需要通过调查以后才能公布结果。那能给一个具体的时间吗？抱歉，这个我无权透露。还希望大家不要信谣传谣，一切以公安局公布的结果为准。各位媒体朋友请放心，人民警察是永远站在人民一边的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不法之徒，更不会被不实言论所干扰，一定会还大家一个真相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诸位辛苦。局长，有线索吗？没有。仔细查过了？车上的每处痕迹我们都仔细检查过了，没有一根毛发，没有一处痕迹，甚至连一个指纹都没有留下。和那辆银灰色瑞风一样，车内都有着浓重的茉莉花油的味道，这个人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。那么那辆银灰色的瑞风车检测结果出来没有？出来了，指纹来自一个叫做魏小峰的人，我们已经尝试联系过他了，但始终联系不上。让辖区民警好好配合高东，一定要把这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还有，你去跟高东讲，让他去会会叶元朝，这是一出好戏。是。叶老师，我是刑警大队的大队长高栋，负责你的审讯。你是投案自首的，那你自己交代一下吧。杀死我女儿的一共有四个人。第一个叫唐俊川，他原来在地下停车场做管理员，后来调到超市，他是何建用钱买通的，
删除了对何健不利的视频，我把他的座椅的气泵换了，杀了他。第二个人叫赵志平，他也是何健花钱收买的，替他顶罪。我利用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制造山体滑坡，杀了他。第三个人叫李仁心，这个人也是何健收买的，他故意拖慢把我女儿送你医院抢救的时间，并且制造了车祸的假现场。我知道他，他有心脏病，装了心脏起搏器，我利用磁场的效应让他起搏器骤停，杀了他。第四个是何健，这个王八蛋，本来我想亲手杀了他，但是我一想，这样便宜了这个王八蛋，我要慢慢的折磨他，我要慢慢的杀死他，这样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宁老师，知道你是教物理的，还是位名师，在物理学方面你玩得很专，但对于犯罪来说，你是个外行。你要知道，在警察面前伪装是没用的。我当老师已经有40年了，你今年有40岁吗？收起你那副自以为是的样子吧。叶老师，你脚上穿的那双鞋很小啊，不太合脚。我们警察看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直觉，杀害李仁心的凶手我见过，他的眼神和你的不一样。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也足以让我告诉你，你是在替什么人顶罪。那个人我们早晚会抓住他，你不要侥幸，没有任何赢的机会。这个人他一定不是凶手。又是你的直觉。你看啊，这个叶元朝说出了自己犯罪事实的时候，就像讲溃一样平淡，甚至没有一丝的感情波动。这种情况要么说明他心理素质超级强，要么就说明他不是凶手。万一他就是心理素质超级强呢？也不可能心理素质这么强吧。佐证直觉是要讲证据的，不是随便说说都是对的。你看人家美剧里面的神探不都是先说自己的观点然后再找证据吗？所以说第一直觉很重要。叶元朝肯定不是凶手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叙述案情的时候逻辑思维非常缜密，像排练了很长时间，有点舞台剧的意思，而且他的眼神跟我看见的凶手也完全不一样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彻查。跟我去他家看看。是。晴晴，你怎么不理我了？不理我了。见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总裁，出了点麻烦。天塌下来了吗？少爷他又怎么了？少爷又把人打了。
赶快叫大夫回来看看他。哎，来来啊！打电话给我那几个好朋友，叫他出来管管这事儿。明白。高队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。走吧。仔细检查。叶元朝还有没有其他银行账户？高队，你是怎么发现那本书有问题的？叶元朝的东西都摆放得很整齐，那本书比其他的书矮一点，里面夹过一张银行卡，有卡印。高队，叶元朝先生今天的确从我行取走了20万。好，谢谢你。查一下银行附近的监控，我们要知道叶元朝投案之前都去哪了。是。好。我这就下去。高队，查到了。我们啊，几乎把全城的监控都查了个遍，发现叶元朝在自首前的一个小时，把一个牛皮纸袋送到了这个人的办公室。物理实验中心。去看看。这个人是你们这儿的吗？哦，他不在，出差了，20号刚走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这次是在欧洲参加学术交流会，具体什么时候回来还真不好说。把他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。他是我们这儿最优秀的物理研究员之一，很年轻，硕士毕业以后就留在中心了。这个人就是有一点不好。哪儿不好？人太闷，不太喜欢参加集体活动。他最近在干什么你知道吗？他最近就是一直在忙学术交流会的材料，就是这次去欧洲那个。你给他打个电话。沟通了。没人接。是不是跑路了？是不是在倒时差呢？他现在在欧洲呢。也有可能是故意不接。你听没听说他提起过一个叫叶元朝的？好像提起过一次，但是具体讲什么我记不清楚了。那好吧，谢谢，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。哎，应该的，谢谢。哎，哦对，他电话打来了。啊，可明啊，对，我刚才给你打电话了，啊，你刚睡醒啊，哎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了。哦，我这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公安局的高队长找你了解点情况，你现在方便吗？啊，好。喂，是聂老师吗？我是刑警队的高栋，有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。你认识叶元朝吗？叶元朝。我想想啊，哦，在市里的一次物理竞赛中，他是唯一一个以高中物理老师身份参加评审团的，我们一块还吃过饭呢。那之后还有什么交集吗？
自那次比赛之后就很少有交集了。那好，谢谢你。老队，是不是他？高队长，这小聂他没嫌疑吧？没事，谢谢你。慢走。高队，喝水。谢谢。高队，我觉得这个叶元朝一定是在拖延时间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想，这个案子做完之后，聂可明直接去欧洲出差，叶元朝过来自杀，故意将我们的调查中心放在一个已经不在国内的人身上，是不是？刚刚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？这个聂可明根本就不是凶手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会替人杀人吗？当然不会了。那什么样的关系你会替别人杀人？咱们俩这样的关系呗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我爸妈这样的关系。我在想，能够替叶元朝杀人的一定是跟他有父子一样感情的人。哎，老队，现在去哪儿查呀？我去学校接我儿子。我也去接他儿子。怎么样，阿龙，安排的怎么样？总裁啊，这回有点棘手。扮白眼狼。您的那些朋友觉得您现在在风口浪尖上，都不太敢接这事儿。看来我们得会会这位天鹅市的包青天了吧。这个高董是个杠头，我担心。事关三分摊，我们把意思给到了，没有不成的。安排一下，你去见见他。明白。你不是没钱吗？啊，这啥？这啥？你呢？啊？还有你，钱呢？你俩把鞋给我脱了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不把钱交出来，你们谁也走不了！啊？你们不是说没钱吗？啊？这是啥？还有你，今天不把钱交出来，谁也走不了。停车！钱呢？啊？干嘛呢？你呀，没看到在工作吗？不想找麻烦啊，赶紧滚，知道吗？哎，说你呢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警察叔叔，我们闹着玩呢，快走。滚蛋！爸爸，谁的钱啊？给，谢谢叔叔。以后见着坏人啊，不用怕的。你们团结在一块儿，怕就怕你们了。赶快回家吧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。爸爸，你今天可真棒。走。哎呀，哎呀，高队，怎么了？把给你正骨的那个医生电话给我。啊，你不是铁腿功吗？没想到现在棒球棍质量这么好。叫你扯英雄。嘿，走回家。高队长，带高先生上车。啊，走。高队啊，幸会幸会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总裁找您商量点事儿，麻烦您进一步说话，请。高队长啊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请您多关照关照。这个呢，是给孩子的一点礼物，礼轻情意重，您注意看一下。这个呢是给夫人的，